我要做男一，但系今次啲戏要真喎。我哋桂圆尾咁多年就系赢在够真，要有好多交流噶。我带领嘅团队最重视交流，理疗师对客人够晒贴心。但系你仲要好了解客人嘅需要噶嘛？我每日亲自接电话答客人问题，几好喎！你都系做翻老板啦。咁家长关心同帮人嘅气氛都得啩？